だろうなって。今日のことあるんですか。知らなかった。これ素晴らしいね。このじゃあ一点非常非常的喜欢。我早就听那个朋友说过，早就想来哈，一直没有机会，今天终于来。确实，真是名不虚传，乌拉萨多里。但是我觉得它里面用的那个秋多心很厚重，特别喜欢这种氛围的店。我尝尝他们的蛋糕。幸せ幸せっていうか、その雰囲気あまりにもいいから、本当にね、この満足度がちょっとプラスにするんですね。我要在那个咖啡店去坐一下，喝一下哈。其实真的，你不是去享受它的，当然也是享受它蛋糕，但是我觉得蛋糕和咖啡已经是次要的了。像这样的店，像这种泰国店，天空很高，它这个内装真的太好了。你看它这种秋多心汤，这个卡扎利真的非常非常优美的。哇，老板就是用心在打造这家咖啡店。我这种印象哈，特别，我觉得像中世纪的欧洲这种风格，这样的地方，我觉得作为咖啡店真的是一种在日本，特别在日本，这种与众不同的氛围哈。我觉得亚洲和欧洲还是不一样。我觉得真的今天，我觉得这个氛围很好。我觉得我们将来哈，真的要多出去走走，都想去看看日本全国各地的这种。就是欧洲中世纪风格的这种咖啡店，其实很多呢，就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去寻找。就他用的每个小东西哈，每个小细节，気持ち込めてる，感觉到我们就是欠缺了很多。其实真的美吧，无处不在。古典钢琴，是非常喜欢的，嗯。非常适合这个店的氛围。这是属于什么？クラシック。クラシックの古典ね。不平姐，我觉得这个音乐特别适合东山园林。我也觉得哈，这个音乐是我也是非常喜欢的，真的很美。这你看这尊雕像，你看他在那侧面那个脸，好祥和哈，这就是最理想的，我觉得啥也不敢在里面。你要让我这儿让我坐一天，我真能坐一天，很平静，能够治愈人。东山园林它需要不断的努力，我真是太喜欢了，着迷那么喜欢，就是一个美，就展现它的那种美。真的，这个店是做到了淋漓尽致。非常理想，素晴らしい。下次再来，下次真的再来。美好的咖啡店，今天走了。